有時我都係諗，當我咪真係咁廢，每日都冇得玩咧，即係點解未發掘到啊？或者睇漏眼嘅地方，不過如果我哋咧用一個遊客嘅身份去分享玩啲嘅，啲眼睛咧就做戲，咁我冇做戲咁誇，只係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一呢件事啫。喂喂喂，早晨啊！早晨，有冇試過咁早見到你喎？而家要揾啲嘢先。揾咩？系啊，揾辅导门啊。吓、啊？辅导门？辅导门啊，系啊。咁你而家就冇惊啦？哎呀，冇啦，梗系好彩有睇戏啊，人鬼情未了啊！见到男主角死咗，变咗鬼魂，咩都掂唔到，老婆又揽唔到，咁咪知道鬼系捉唔到人。其实唔会咧。会唔会啲咩啊？你剛才解釋了一大堆咁樣嚟，一個女仔佢識咗另外一個女仔，但係就一直都唔敢相約出去。直至到半年之後，再一次嘅朋友聚會，佢哋可以再一次認識。佢哋決定扮成遊客，用一日嘅時間去再玩香港一次。好啊，系啊，嗯，过嚟睇咯。哇，